我们来看一下跳马选手，河南的张一涵。侧翻后直360。空中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勾脚啊。好，第一跳12.8，看一下他第二跳。手翻前屈180。河南选手张一涵的高低杠。跳上，圈上摆倒立，特卡接黄玫瑰，圈上摆倒立，shop 飞上，接金格尔。大换180，分的前功。大换180，哦哟！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调整好。大换360。360旋下，看一下张一涵的高低杠11.5。我们来看一下屏幕，河南的张一涵，希望他能调整好自己的这个状态。毽子后直，四叉跳，横分跳，接竖分跳，冰棍360。地转360。空翻，毽子后直720下。张一涵踢到屏幕，整体还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，而且他是穿着袜子的这一点，我很佩服。练屏幕就需要穿袜子。后肢的这个后半程的收胯有点早啊，
张一涵的屏幕得分是12分。我们来看一下河南张一涵的自由操。现在小段后段三步流炫。小翻后直1008接前团，立转1008，他这个脚的位置是有嫌疑的哟，重心都出去了。毽子小翻后直900接前屈。高举腿转720，四叉跳，四叉180，现在小翻后团两周。蹲腿转360。他这一套难度还是比较高的，在目前今天整场自由。好，陈一涵的自由操得分13.1。